来，王家四姐妹，我们来个十连拍哦。好，十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月四日下午，24位演员谈笑着从观众身后走上台前，一出舞台剧就在不知不觉间揭开序幕。来自师大 EMBA 的24位产业精英齐聚师大体育馆，轮番呈现24个真实人生故事，上演一出没有编剧和剧本却最真诚的舞台剧。每个人除了担任自己生命故事中的主角，也互相演出同学故事的重要配角。舞台背景则是由他们所提供的一张张照片投影串联而成。就是我们在2008年，我们全家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一起的合影。师大 EMBA 今年迈入第3届，这出舞台剧名为《揭开回甘的人生》，是他们今年戏剧与团队课程的期末成果发表。我觉得今天他们在这边把他们内心最想说的话跟大家尽情的说了，我觉得这个戏剧真实。这出戏希望给大家看到最真的事情，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真，但是会有善行的事。各位同学都来自于不同的产业界，也都是社会人士，所以在这次的整个彩排过程，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了艰辛、自我摸索，然后自己的突破。虽然排戏过程辛苦，但学生们也表示，这绝对是就读师大 EMBA 一段难忘的回忆。校园记者廖婉雅采访报道。